申君，你找我。本君刚刚得到消息，说李天王在凡间历劫时遇上了大妖，已经仙陨了。仙陨了？没打过大妖？他不是在练什么大招吗？他是使出了大招，但是与那大妖一起同归于尽了。也难怪，老李他是个文官啊，练的功夫呢都是三脚猫功夫，想必也是尽力了。是啊，你都觉得李天王是三脚猫的仙法，更何况其他人。为了他的颜面，你必须说是你亲眼所见。